否決權亦存在係容許個別國家凌駕
整體維持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只要一人有否決權就一定會再出現多數和少數，相反他需要否決權之後只要夠票就可以通過有共識的議案，而少數服從大多數原則符合整體利益，我們會正正可以重新履行維和職責。第二，公平對待各國，聯合各國力量，因為這個否決權五常國可以任意否決任何安理會議案，換言之他們不需要同任何國家溝通，包括不需要同任何敵對國家溝通就可以一票否決議案，亦都包括不需要同其他國家合作，因為有贊成票根本不重要。在次的俄烏事件當中更加激發了這個矛盾，日本代表直言大家開了30多場會議，但俄羅斯一票否決就令到聯合國陷入停擺，令成員國對安理會出現信任危機。聯合秘書長古特瑞斯直接指出說安理會未能盡其所能防止和結束這場戰爭，但取消否決權之後，上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的每一票席都是均等的，每一票都變得非常重要，於是你通過議案就需要跟其他理事國溝通來說他們支持議案，於是每一次議案都能夠加強彼此合作溝通，隨遠而言令各國都積極投入在這個國際平台，發揮聯合國應有的意義。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世上沒有完美制度，所有決定都不一定要下下加大歡喜，但現在安理會的表決制度是容許理事國用一票反對14票贊成票，那方同學可否解釋一下，在維持國際安全和和平議題上，為何多數人服從少數人會比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合理呢？多謝你。
嚟係反方主辯。你有四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第四次。知識節目嘅各位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哋嘅少數同多數點解唔得喎？所謂認同咧，口頭上係可以嘅，但係行動上咧，因為每一票咧都係要，佢係話雖然話均等，但係國家之間係有利益嘅，有可能就有拉拢嘅情況出現咧。翻返嚟啊！究竟聯合國係乜嘢？整個基本講係冇錯，係自之後成立嘅國際組織，宗旨係促進全球溝通和合作。例如我補充一下聯合國有大會同安理會嘅分別。聯合國大會193個成員可以喺大會上討論任何問題，通過半數表決就可以通過一啲表態性質議案，例如譴責等。但至於安理會咧，就專門就國際安全啦、世界和平進行討論。除了道德性的譴責之外，國家有權作出具體行動，包括貿易制裁、實施禁運和派出部隊，甚至組成聯合國部隊作戰。我不認為今日辯論衡量的標準在於取消對權是否有效能有助安理會履行維持和平職責，我們認為答案絕對是弊大於利的。首先，利不成利，所謂的公平公義已經有聯大機制在做了，因為今時我們可以看看2022年4月，聯大已經通過所有安理會因某國行使否決權而行否決權議案，需要轉交大會討論。今次2022年10月，當安理會討論是否譴責俄羅斯吞併烏克蘭東部四省的議案，當時結果是12票贊成，2票棄權，但因俄羅斯否決，結果被否決了。但議案隨即提上聯合國大會，結果在80%國家支持之下通過譴責俄羅斯的議案。由此可見，在公義發聲的層面上，即使安理會常任國有否決權，亦無阻聯合國有道德性的譴責。所以取消對權並沒有特別利處，不如你見到兩個大弊。第一，造成分裂。當安理會取消對權之後，常常按少數同多數原則，屬於防守國家一致行動，例如制裁甚至派出部隊，都不同國家的國家主權獲得尊重。例如安理會原來有12個贊成，制裁俄羅斯，有3個國家反對，那基於少數同多數原則，那3個國家是否一定要加入制裁？甚至那3個反對國家是否一起派維和部隊去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但那3個國家已經幫助俄羅斯自己和他的親密盟友，例如中國等。咁樣對方唔同認為俄羅斯派出維和部隊打翻俄軍嚟中國去幫助國家利益，同美國一起制裁俄羅斯，理性人都明佢哋冇可能配合嘅，咁就迫使安理會分裂，各自行動，甚至退出。所以77年前安理會設立否決權的制度就是這個心意，是避免大國衝突，要求安理會有大國一致行動才採取行動。例如大國之間沒有一致行動，沒有一致意見就會避免分裂或者寧願不行動。第二，會影響處理其他問題。當5個常任國失去否決權之後，就意味大國在沒有共識情況之下，安理會都是因6-4、7-3個強行動，不然會令大家更加貌合神離。如果當年大國之間有共識處理的問題，會因近期的中非共和國和海地和以前的索馬地和東盟地都可能缺乏信任，甚至有大國組織之下都未能有同心處理問題。事實上，本土決定之後，5個成員國已經可能會退出，甚至要以各種理由而恢復決議。就算不退出，他們可能因保護自己，他們都要再爭取更加安理會的成員國支持，因為不一票都不能少，這樣就會令國家之間更加有政治交易，各國之間的利益瓜葛更加變得複雜，會令一些有共識解決的問題都變到不得解決。總而言之，你想做到的利處完全不需靠選舉權取得的，相反，貿然選舉權不然更加影響安理會成個聯合國的權益，會令一些解決到的問題非常難以解決，因此絕對是弊大於利的。多謝各位。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13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著是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的時候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架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架才是發問分數。
好，現在請正方派出自由派出一位店員十公電。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店員接受質詢。正方公辯，你有兩分鐘的時間，而家可以開始。大家好，我想問下遊方，你認唔認為多數同少數的原則是合理的？都是合理的，但基於它是國際談判上面一個合理，因為每一次都是要一個一致的意見才去行動。但是多數同少數咧，佢就會令到國家有拉攏啦，因為國家之間係有利益成分。好啦，我哋睇下呢個法院嘅陪審團嘅例子啦。咁當我哋審判呢個殺人犯係有冇罪嘅時候，我哋都根據陪審團嘅結果啦。如果嗰陣時陪審團嘅結果係5-2，根據有關嘅原則，咁我哋就要聆聽下少數嗰個問題，即係少數意見啦，即係最後要判個殺人犯有冇罪係咪咧？呢啲情況係啦，但係我哋根據啱我哋啲同學啦，其實佢除咗我個辯之外咧，就會跟住議案提上大會，再經過所有唔同國家提出一個意見，先去成即係做一個選擇。咁點解我哋唔直接取消呢個否決權咧？我哋點解要多元整一倍嘅話？啊，如果呢個否決權係唔合理，再重新再討論過咧？否決權咧，其實係一個係聯合國已經發生內部分裂啊嘛。如果取消否決權之後咧，佢哋冇一個行動上一致共識，佢哋就會令國家分裂咯。點解會冇行動冇一個共同意識咧？佢哋都會討論㗎。佢哋可以有共同意識啊，但係你行動上會造成選擇噶嘛。但係你冇一個一致意見之後咧，佢係冇辦法造成一個行動。嗱，我方就唔明白點解有方會話係冇一個共同意識咧？行動之後，都係要喺一個商量啦，跟住你行動達成一致先可以做成一個行動。但如果話相對於係口頭譴責嘅話，其實已經聯合國係做，聯合國大會係可以做得到嘅，所以喺我哋會取消佢權之後先可以做得到嘅。好啦，咁我就依家問下。
備好可以向計時。主席，評判有方同在座咁多位大家好，啱啱聽完有方主辯嘅言辭啦。咁其實有方同學之所以反對辯題有兩個主要基於兩大論點啦。第一，取消嘅否決權原本係冇公平度，同埋第二係加深矛盾。但歸納翻有方同學嘅立場啦，第一個重點就係、是、有方同學都唔反對，對於非常理性國嚟講，其實呢個否決權好唔公平㗎，甚至會令到佢哋對安理會出現信任危機。第二個重點就係、是、有方同學其實都唔係太在意主流理事會嘅聲音。其實都唔尊重多數票呢個代表意義。而家嘅國力勢好似列支敦士登都成功聯盟咗38個國家要提出嘅改革否決權。身受其害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都認為安理會已經係無法代表到世界和平，對安理會感到非常失望。點解有方同學仲會覺得呢個制度係行之有效嘅咧？再者啦，其實有方同學所提及嘅兩個論點都唔合理嘅。有方同學話係唔公平嘅喎，咁你睇下。我方見到嘅就係無論係簡單多數制、比例代表制，大比數通過都比現時嘅否決權更加好。以往嘅投票結果就算係11-1、14-1，都係因為51票否決權先就撤回咗議案。這個就係所謂有方講嘅公平。但係我哋如果取消咗否決權，就算係3-4，都比起1-14呢個更呢、這個前程況更加公平啦，更加係尊重到多數人嘅意願嘅。第二，國加深各國嘅矛盾啦，違反咗初衷啦。咁其實咧，雖然有可能會導致聯合國結盟分派啦，但係比依家五常咁大咧，其實取消咗否決權係更加改善到噶。因為而家五常有一票否決權，喺前面小國點樣達成共識，到五常嗰班佢可以直接根據自己個人意願去否決，唔需要同小國溝通，更加唔需要理佢哋嘅意願。所以反正佢哋最尾有最終嘅決定權啦。但係當佢哋冇否決權嘅時候，佢哋就需要其他國家嘅支持，需要佢哋嘅一票。咁佢哋就會隨之同啲小國溝通，因為佢哋每一票都非常之重要。好啦，其實今日雙方都認同啦，目前呢個制度係存在不公平性嘅，而否決權正正就係呢個問題嘅成因。我方講過話，否決權被濫用，原則上都係荒謬地，多數要叫翻全部服從咗少數喎。唔單止俄烏戰爭，喺1989年跟住11日，美國擊落咗兩架利比亞偵察機，又加劇咗地中海嘅區域衝突，因此利比亞向安理會尋求協助。安理會最起碼都要平息下呢個軍事衝突啦，但美國否決咗呢個議案。最後導致咗發生第二次石德拉哥事件，安理會維持和平去咗邊呢？另外喺1976年2月5日，法國喺科摩羅進行咗非法公投，試圖將其納入其版圖。其後科摩羅向安理會提出動議，結果又係被法國咁樣否決咗。安理會又再一次出手無策，安五成國又再一次濫權，多數理事國嘅聲音一次一次咁樣被無視，取消咗令安理會可以通過更加多嘅票數反映整體嘅意見，仲未決定都唔會再被定。地緣政治一己私利而凌駕咗和平安全的守則，呢啲地全國同埋取消否決權可以點樣實現到咧？政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秒，無消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計時。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嘅主辯同一副之後，不如等我方釐清三個今日嘅爭拗點。第一個爭拗點就係否決權係唔係等同於特權呢？有方同學就話啦，五常國有否決權就係一個特權啦，所以就係唔公平。但係其實有方同學根本就係犯咗一個邏輯上嘅錯誤啊！我哋係唔應該用特權去理解否決權嘅。事實上，否決權係喺77年前聯合國制定嘅政策，目的就係為咗呢5個常任理事國唔好再發生極大嘅衝突，防止世界大戰再次發生。但係有方同學就完全無視咗否決權嘅作用，只會覺得係唔公平。但係有方同學有冇諗過，冇咗否決權之後，大國同大國之間就會好容易發生衝突，令到戰爭再次發生。所以根據有方同學嘅呢個邏輯，結果就係會令到聯合國分裂，而且唔可以維持世界和平。所以我方認為否決權係唔等於特權嘅。而今日嘅第二個爭拗點就係取消咗否決權之後，係唔係能夠維持世界和平呢？有方同學就同我哋講啦，話取消咗否決權就有效維持到世界和平。咁等我用俄烏戰爭去論證。
在這件事入面，當否決權仍然存在，俄羅斯就有否決權，可以去否定聯合國出兵維和部隊，去幫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令到不會發生更多的衝突，以維持世界和平。但是相反，當俄羅斯沒有否決權的時候，在大多數人通過的情況下，聯合國就已經可以派出維和部隊出兵俄羅斯，出兵烏克蘭，那唔通俄羅斯就真的會停止戰爭，普京就真的會因為被譴責而撤退咩？根本就不會有分同學，俄羅斯只會同維和部隊繼續維持戰爭，令到國家同國家之間存在更多的仇恨同衝突，對於世界和平根本就毫無幫助，甚至會更加嚴重。所以我方認為取消了否決權是不可以維持世界和平，更加不會有新的突破的。而第三個爭拗點就是現時的制度究竟公不公平。有方同學就係咁話，我哋現時嘅制度係唔公平啦，可能要採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啊，或者呢個多少數服從多數先至叫做公平啦。但係有方同學有冇諗過，你哋提出所謂嘅公平方案係咪真係做到真正嘅公平，而且仲會帶嚟幾大嘅影響呢？就係當安理會進行制裁或者後續行動嘅時候，如果連大國都冇一致嘅決定就作出行動，係好容易會導致聯合國分裂嘅。而如果可能採用一啲過半數投票嘅時候，就會好容易因為利益衝突而導致出現一啲拉攏他國嘅行為，根本就唔可以令到世界和平。所以有關同學所提出嘅方案，就連安理會嘅主要目的都符合唔到，又點會有新嘅地處出現呢？最後想問友方同學，是不是認為俄羅斯如果不撤軍，聯合國大會投票之後 80% 的國家同意俄羅斯是不對的，就只是那 80% 的國家出兵俄羅斯呢？這樣是會令到聯合國更加有力量，還是反而會更分裂呢？多謝各位。取消了法權之後，他們的意願可以最大程度得到彰顯，令他們的意願和投票比以前更加受到重視。如果否決權依然存在，小國反映的聲音就會繼續被誤常否決，同時保障不到少數國家的意願。但當否決權被取消了之後，非常理事國的聲音開始受到重視，同時大國為了得到支持亦都會拉攏各國，從而促進各國合作。由以前誤常一票否決推遲議案，變為各國一起商討議案，這些就是對於非常理事國所帶來的好處。相比起友方只是着眼於誤常國，在地處比較上是否顯然我方比友方看得更全面呢？而對於整個聯合國來說，在未取消否決權之前，國際特赦組織對此批評，常任理事國所動用的否決權根本就是將自身地緣政治利益凌駕於保護平民的安全和福祉之上。而由印度、巴西、德國和日本組成的四國聯盟，在討論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非正式會議上亦都強調過，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但是未能履行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的職責，這樣也嚴重破壞聯合國安理會當初設立的宗旨和原則。而當否決權被取消之後，聯合國的目的就會由維護政治利益變為維護和平和安全為先，令聯合國真正帶動他們的維和初衷。這些就是取消否決權之後對整個聯合國帶來的利處。
當然，聯合國嘅機制唔係十全十美，令所有國家都滿意。但係如果凡事都受到國家利益而影響，咁聯合國又可唔可以做到維護和平同安全嘅初衷呢？仲想問一問友方同學，如果否決權依然存在，受到五常濫用嘅時候，聯合國應該點樣先係等佢哋嘅初衷呢？多謝各位。正方第二附面發言時間為3分03秒，無消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第二附面。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計時。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啊！首先我想反問翻友方，你係點樣衡量濫用呢個標準嘅咧？唔通你咁片面咁樣認為用數字嚟衡量就可以知道佢哋係咪濫用？定唔通啲國家自己支持自己盟友或者保護自己國家利益嘅時候就係濫用咧？然後或者問翻友方啦，譬如根據公佈環節同埋你二副已經講過，其實係好能夠用點睇得出，有分完全冇顧及過你哋所謂嘅少數國家係被迫作出行動底下，真帶嚟影響，就根本你哋勇字不留，跟住成為民主弱嘅，作出一啲唔合理決定。然後或者翻我哋辯題，係友方同學今日一直以嚟由主開始犯咗綠色謬誤，你哋係唔應該以特權啲字眼去理解我嘅決定。而事實係，我哋主一副已經講過啦，喺73年前嘅國際協調結果，目的就係為咗避免五個常理事國之間產生衝突，或者世界大戰會再次發生。但係有乜同學今日就選擇咗完全無視歷史當中嘅貼上智慧，你哋係唔願意理解抽空，唔願意抽空理解否決權。但直至今日，東西方仍然以色列派矛盾，你哋抹黑否決權就認為應該要取消喎。咁今聯合國唔顧其一法陣營嘅反對，勉強作出行動嘅話，會引起雙方等激烈嘅衝突咧？定係其實我哋應該保留翻否決權，以維持住大國之間嘅平衡咧？而第二，有個同學今日咧就講呢個好奇怪嘅邏輯嘅喎，就係覺得用聯合國係好有能力，只要解決取消否決權就可以解決曬世界一切問題。佢哋即係佢方權喺等級上限制住嘅啫，但係究竟事實入面有方諗得咁理想化咧？現實上，聯合國係一個靠住國際道義維係嘅組織，佢本身係並無權力，亦無軍隊嘅，一切都建立於會員國嘅參與同尊重。我哋嘅力量係源自於佢哋有相對一致嘅共識，各國成員可以能夠相當一致咁樣採取大家都同意或者至少唔反對嘅行動咯。各國成員能夠相當一致咁採取大家可以作出為國家利益或者係國際嘅行動啦。但係方而家係企圖透過取消否決權，就逼安理會產生共識。而我分深信咁樣之後，令到佢哋更加難去產生個真正嘅共識，而更易產生衝突。所以因為安理會真正角色係喺有限情況底下，盡量發揮佢最大力量，而否決權就當中一個重要嘅制衡。第三，有方同學邏輯非常奇怪且天真嘅，佢認為取消嘅否決權就可以即刻解決到以巴衝突咁嘅事件啦，因為冇咗否決權就能夠通過譴責，甚至出動埋維和部隊啊，咁就可以令以色列反思、懊悔，甚至自行撤軍，又還土地喎。但其實係咪真係咁簡單咧？但以色列究竟捍衞自己嘅主權、安全同國家利益，堅持唔撤出咧？所以對方喺將全球資金危險嘅境地，甚至連一啲過去解決到嘅問題，都因安理會有衝突而無法處理啊！最後用我用一句説話形容一下，有方今日想跟超市嘅位加完價之後又買一送一，根本就毫無理處，入得不償失啦！多謝各位。反方第二附件發言時間為2分48秒，無消時無需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盡，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開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可即場提出。屬實的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每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首先派出一位辯員。準備好可以向計時示意。咁大家好，想問下反方，咁被迫作出行動係咪會產生衝突？係被產生衝突啊！咁所以我想問翻方學啊，如果俄羅斯擁有核權之下咧，聯合國同俄羅斯應該有3個合作嘅。例如糧食出口糧食啦，如果取消咗俄羅斯嘅核權之後，咁點樣求復繼續啊？我想問下兩方，呢個同我權有
關係嘅時候啦，咁如果佢哋因為冇咗否決權啦而發生衝突嘅時候，咁佢哋係咪連國家同國家之間連呢啲關係都可以唔要啊？咁其實我想糾正翻有不同嘅一句説話，頭先你就話冇否決權之後咧，各個大國之間咧就會發生衝突。咁其實有否決權喺最底有否決權嘅時候嗰陣時，其實各國都依然會發生呢個衝突㗎。例如話美國提出個議案，中國因為係美國嘅敵對，咁佢哋就會有否決權去否決佢哋所提出嘅議案咯。咁所有中文咪都係點樣？即係有不同嘅理解係理解呢段否決權係點樣一回事咧？有方同學，我哋當然知道絕對會衝突啦，但我哋一想避免嘅就係因為取消嗰個權產生緊張嘅衝突。嗱，不過唔緊要，我想問下你啊，我想問下如果係唔合規嘅時候，取消嗰個權之後係會點樣帶呢個世界和平嘅宗旨啊？咁你取消否決權真係可以提升咗個公平性啦。依家係1:14喎，依家係其他成員國，即係大多數嘅國家去聽從嗰五個成員。其中一個，咁我哋取消咗否決權，就算係3:4，我哋都可以得到大多數嘅議員，無論係7:3都好，就算我哋唔明，即係我哋都可以知道大部分嘅國家想點咯。今日有方同學總結就係要呢個少數服從多數，咁呢啲少數入面係咪佢哋就要被迫參加呢個行動咧？定係你認為淨係需要贊成嘅國家去參加呢個行動？咁嘅時候我哋根本佢哋私底下自行組織已經可以與否決權係無關係㗎。係啦，咁啊有方同學雙重標準㗎。而家我哋目前嘅否決權就1:14咯，即係依家係14個國家停權嗰一個國家喎。呢個就係有方所講嘅公平。有方同學即係正式翻去講個例子先，我哋見到咧，即係喺俄羅斯否決咗之後，佢聯合國大會有其他少數有一部分嘅國家係唔支持俄羅斯，唔對俄羅斯作出譴責嘅喎。有方同學其實去到由1982到1989年，美國不斷係包庇以色列去攻打同佔領巴勒斯坦土地，但係其實聯合國喺呢個事上有冇做過任何決策咧？係冇噶。今日有方同學唔通認為取消否決權之後，美國就會放棄維護以色列啊？至少可以係嘅，聯合國可以介入其中，可以譴責，可以減低嗰個局勢嘅緊張性啊。如果任何同學想譴責嗰個聯合國大會都可以譴責，我哋國家國大國之間嘅個人意都可以譴責，點解你就係都要更中意去針對否決權作出譴責咧？依家就因為否決權，因為五常有否決權呢一個權力在手，所以佢哋先冇辦法去譴責咯。有方同學咁樣，你又點會講知咯？點解我唔可以用大國個人權意去作出譴責，一定要用聯合國名義先？票數就只不過是一個數字，根本就沒實質作用。我想問下你有方同學，根據德國著名的政治和社會學，他就指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是競爭關係，這個對方說沒有
冇咗否決權，就等於國家有民主，國際有公平，大家就會守規矩咧。咁係咪呢個政府咧講錯咗咧？正方已用咗發言時間，而家反方剩餘32秒，可自由派出議員發言。所以其實有方同學根本係完全冇了解個國際嘅機制個次序嘅運作，係完全唔了解嘅。而且即係我哋嘅一款提及過啦，但其實呢個全面政治階級提及過呢一個嘅機制，而我哋想講嘅只不過係，其實唔同國家佢哋唔需要嘗試過喺安寧會面，都可以發揮到自己作用，都可以取得投票。不過佢都可以做出譴責喎。但有方今日就一直針對住雙重標準咁樣覺得，只要有方權，佢哋就唔能夠做出譴責。呢個理念觀念係完全地錯嘅。反方發言時間用盡，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台上辯員未曾發言？好，現在進入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有1分鐘。至少不會對國際產生過害，甚至影響全世界。
其實今日喺取消否決權之後，就會帶佢入國入境。有關同學提及到嘅公平對待各國都係非常表面，最後都係少數服從多數，冇辦法做到我方最強調嘅國際層面上需要一致齊心，免許一啲反對國家去參加，最終令到聯合國分裂。我相信呢啲都係大家都唔想見到。我方多番強調，若非所有大國贊成，即係部分國家會選擇唔參加或者陽奉陰違，咁樣嘅效果並不理想。有啲國家甚至會因為咁樣作出反對行動，輕則唔交會費、唔出席、重則退會，最終導致聯合國分裂。連而家解決到嘅小國問題都變成解決唔到，唔通就係有方同學想見到嘅咩？第三，聯大安理各有角色。我哋今日已經強調咗，聯合國大會係可以喺道德層面上進行譴責同表態，而安理會則係實質上嘅行動。今日有方講嘅其中一個理處，無非係認為取消否決權之後可以做到更加多嘢，做到檢測。如果其實我方已經由頭到尾都講啦，今日有方同學想要嘅其中一樣嘢係檢測嘅話，其實聯合國大會今日已經做到，並唔可以算係有方同學所講嘅理處。因此可以睇得出，取消咗否決權之後，並唔會得到額外嘅理處。其實最近習近平同普京都不約而同咁話，未來十年會係二戰後最危險嘅十年。但我方都希望世界和平，因此大家應該實事求是，更加不可以好心做壞事。為了追求表面上的民主、公道而天真亂靜，結果反而會是削弱聯合國力量以及各國之間的關係。最後想正方結辯回答，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為何會這麼有信心地認為在以巴衝突上面，只要取消了否決權，美國就會放棄維護以色列呢？多謝各位。
咧，有方同學亦都話啦，有啲國家咧就會因為取消咗否決權咧而退出聯合國。其實咧，其實係唔係因為聯合國主要經濟來源係嚟其實咧，主要係為咗啲不義之財。其實而家啲大國咧係主要為咗啲不義之財嘅忽視濫用否決權嘅問題，令到風氣係繼續敗壞落去咧。其實時至而家2022年啦，我哋睇到俄斯入侵烏克蘭啦，令到俄烏戰爭一觸即發，造成數以萬計嘅傷亡啦。但同時因為俄國有一條否決權在手，幾多平息戰火議案得而再而三咁被否決，國際有幾唔滿意，幾想幫手都好，都可以眼睜睜睇住烏克蘭受接二連三嘅襲擊，睇住越嚟越多人失去家園至親。因此我方從一而終都認為取消否決權係可以係最好嘅方案。才能夠可以令到維和議案被否決的悲劇再重演，所有國家可以受到公平對待，在聯合國之中互相合作，真真正正地促進世界和平。多謝各位。正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6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比賽告一段落，請大家留喺原位稍等。提名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請每位評判只需在今日8位台上演員當中選出表現較突出的3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一位30，次佳一位20，剩餘一位10，其餘5位同學不用填寫。需要合作，只要你大個話事就 OK。跟住反方咧就話：，唔係
個唔係一個特權啦，因為我哋即係見到如果大學之間佢意見有分歧啊，咁跟住我哋即係如果即係佢哋意見分歧，我哋都仲要個議案對咗佢嘅時候，可能會有分裂嘅情況出現啊，有字啊，跟住有其他問題啊，例如佢要咩退出建議啊、杯落建議啊，而家其實我有其他機制都可以做到嗰啲咩事情啊。咁但係我覺得咧，今日相當主要嘅問題都係可能係交通上比較少，或者係讀本上比較多。例如係可能呢個問題可能地方比較即係熱度多啲啦，例如係答問題嘅情況。咁譬如話，我記得即係反方問咗好幾次㗎啦，例如係嗰啲咩，如果今日嗰啲國家多數服從少數服從多數，然之後通過咗個議案，我要去制裁某一個國家。咁但係我係咪投反對票嗰啲國家，佢都依然要出兵啊，依然要去做嗰啲制裁。咁其實呢啲問題都即係頗容易答嘅，例如係咁你否決咗你唔中意嘅名稱喎，即係如果你嘅立場係佢可以自己揀嘅，咁我咪否決咗嘅，我咪出咯。或者係如果你個立場覺得，我覺得即係一個 as a whole 呢個聯合國作出嘅決定應該全部人遵從嘅話，咁我咪全部人出兵咯。咁呢個都係其實即係睇你自己聽嘅立場，但係我覺得對於你後場講嘅嘢其實都唔會有太大問題，其實呢啲問題都不妨大方啲答咗佢。如果唔係咧，即係好似反覆喺度問啦，雖然其實問題未必係真係好重要，但係如果你唔答嘅話咧，就會好似你個反應上就會差咗啲，又或者我就會諗你其實有冇聽人哋講嘢，或者係如果你唔識答嘅話，你至少都即係求其扮你識答講兩句，好過你即係答都唔答咁樣，邊幾個電話人都喺度搶住你，但係你又唔答，咁就好明顯變咗你好似溝通冇咁樣，呢個問題會比較錯啦。然之後咧，同埋我覺得。先講地方啦，除咗啱啱嘅反應問題咧，另一個問題係，我覺得好似即係幾個辯位聽落去啲嘢都好矛盾，不停講我嗰啲，因為而家變咗要多數服從少數，咁跟住嗰啲少嗰啲即係非常人理事國咧，佢不被尊重啊，投咗票都冇用。咁但係，所以咧，即係我由主邊聽落邊邊都話覺得，哦，佢哋不被尊重，投咗個票都冇用。咁但係呢一個不被尊重嘅問題喺邊咧？會唔會係？在國際的決策，我們應該是由不同國家一起去即攜手做出這個決定，去維護這個整個世界，而不是說只是那五個國家比較強，我們就話曬事的嘛。所以我想聽到大家多的是，即不被尊重這件事有什麼這麼大的問題，而不是留於不被尊重這四個字，一六四個條文都是這樣，覺得它不被尊重，它投個票沒用，但是我就聽不懂即不被尊重這樣的問題。然後因為我覺得咧，其實今日反方咧嗰條線或者係條講法咧，其實有好多邏輯上嘅崩嘅。咁但係咧，正方我唔知係聽唔出啦，定我係點樣啦？但好似都冇捉到。我覺得呢個位其實如果捉到嘅話，係真係會好好多。但係即係可惜地係冇捉到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反應嘅問題啦。咁就我唔知係準備定話即係立場反應嘅問題。咁但係呢啲邏輯嘅崩有啲咩例子咧？例如係。反方會係咁喺度講話，你個方案取消咗個一票否決權，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你想講嗰個更好嘅世界？我哋維護世界和平。咁但係跟住反方唔係正方，又係一路都唔答，但係一路都唔答。咁但係其實呢個問題應該都係 OK 又唔答嘅。咁但係即係例如係我雖然做唔到我最想做嗰個好 ideal 嘅世界啫，咁但係係咪至少俾你嗰個好啊？呢啲都係一啲可行嘅答法嚟㗎嘛。又或者係反方，其實今日咧一路佢執住一個佢覺得都好即係 OK 強嘅位啦，佢就不停喺度揈啦，就係話咩就算我真係通過咗個議案啦，我要出兵制裁佢，咁俄羅斯係咪真係會收手？美國係咪真係唔會再撐以色列？佢真係幫佢？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哋要諗究竟一個國家做錯事，佢係咪真係可以冇後果嘛？甚至乎其實今日咧反方不停係只係佢自己喺度講嘅啫，佢係咪真係會收手？佢問你。佢係咪真係會收手嘅？佢係咪真係唔會再撐以色列？咁但係佢講嘅啫嘛。咁但係呢個都幾陰謀論喎。咁但係你又唔問下佢，或者係即係反方今日其實係跟住一兩個説法去講下呢啲嘢。但係問題係你有冇質疑過究竟呢一件事首先本質上啱唔啱？即係佢做完一啲侵略人哋嘅行為之後，佢係咪唔需要接受任何後果？第二係咪真係冇用？呢啲都係應該要問下嘅嘢嚟㗎嘛。咁但係我就會諗咯，即係究竟今日反方其實佢搬到嗰個立場都幾極端嘅，就即係有啲類似欺善怕惡嘅感覺。
咁但係反方又冇問佢呢一點啊，即係正方又唔問佢一點啊，都不停地話俄羅斯唔會收手㗎啦，跟住你又照單傳手機俾人攞翻俄羅斯嗰度要。咁我聽到佢就會覺得，嗱好似聽曬你講嘅，但係跟住你又冇反駁佢，跟住你就不停地攞翻自己嘅底稿。咁所以呢個問題就會係，其實都係交通或者反對上嘅問題啦，即係反應上嘅問題。然之後其實我覺得咧，反方都話咧，我唔係好明白咩叫即係嗰啲國家有一致行動係好啲或者唔好啲，因為我嘅理解係，就算即係嗰五個國家佢一齊唔投反對票，即係佢一齊冇否決到，咁但係其他國家都可能有啲贊成，有啲反對，咁呢度都會有意見嘅分歧嘅時候，咁點解呢啲就唔會係你所講嘅一致行動嘅壞處？但係相反，嗰五個國家自己有意見分歧嘅時候，呢個就突然之間變得好壞。咁但係呢個我就即係我唔係好明白，但我聽到好多 terms 咧，咩一致行動啊，嗰啲咁嘅嘢，但係我聽完個 terms 之後，我又唔係好知實際上究竟係關啲咩事，所以我覺得咧，呢個都係其實好多隊伍出現嘅問題咯，就係你拋咗好多你自己明白嘅 terms 出嚟，但係人哋佢未聽過你講，或者冇跟過你 terms 嘅話，人哋就唔會知道究竟你講嘅咩一致行動究竟係即係想表達啲乜嘢。咁所以我一路都即係聽到好後啦，跟住先聽到嗰啲，佢哋會有咩分歧，咁跟住佢哋又。呢一個咧又話我先喺核制裁你啊，跟住嗰個又話我唔知咩傳咗你嗰啲咩兩性咩嫌疑啊嗰啲，咁聽到好後先，即係我開始嘗試理解到。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方面就係表達上可能即係嘗試要解釋多啲，而唔好即係成日覺得我講咗呢樣嘢，大家台上四位辯員評咗咁樣咯，咁但係台下嘅評判或者對面咁你啲真係唔明。係啦，之後。然後咧，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表達上嘅問題啦，可能係因為雙方係講嘢都比較快，或者大家都即係成日都聽到啲情況講話講嘢比較快，跟住就覺得啊，明明我時間得咁短嘅啫嘛，咁我要講咁多嘢，咁我梗係講得快啲啦，咁樣，即係我意思就係咁。咁但係咧，問題係當大家講得快啦，咁但係呢邊又好咪啊，大家又唔係真係特別大聲嘅時候，有時真係會難啲聽到。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慢慢少少嘅話咧，咁可能聽起上嚟咧，即係雙方或者情況咧，聽落去都會舒服啲。我知道大家覺得好老土，成日都聽唔喺上度聽，咁都係要講多次，係啦。然之後就應該冇啦。好，咁我哋停住嚟到呢度先啦。現在再請吳家樂先生。我初講啦，咁大家好啊！首先辛苦曬大家咁早嚟到呢個打比賽啦，咁係辛苦曬大家。咁我都大致上同意上一個評判講嘅。咁我覺得係因為可能係因為變翻個實體賽關係咧，大家平時可能隔住個 mon 講嘢咧唔真大聲，咁但係其實即係你變翻實體賽咧，好多嘢都要注意翻多少少，即係可能無論係你站姿啊、你講嘢聲量啦咁啊，咁其實都會企到出嚟得你一個出邊嘅時候咧，那個觀感都會有影響。所以我都幾同意上一個評判。講呢方面嘅嘢，咁主線上面咧，上一方面同佢講咗好多啦。我覺得兩方面啦，即係我評大家個主線嘅時候，我最主要睇重兩樣嘢。第一樣就係大家嘅邏輯啦，而例邏輯咧，我覺得今日雙方都比較直線邏輯，即係都係比較缺乏去嘗試去說服到我點解你講嘅論，你講嘅即係例如點解你取消否決權之後會有你講嘅理性嘅發言嘅重點嗰下。正方嘅話咧，就會係正方講法就係、是。冇咗否決權之後，世界就會和平啲啦，因為你唔會有呢、這個，即係你唔會再有，即係你會變成少數服從多數，咁世界咧就會和平啲啦咁樣。咁即係但係咧聽落去，即係點講咧唔係好相符多嘅位置係，咁你都係即係好似上個評判講啦，咁你都係依然會有分歧啦。咁而我一開始喺前場聽你嘅時候咧，我覺得特別啱呢個位置係，我覺得因為正方咧其實喺要處理呢個辯題嘅時候咧。有一個幾重要嘅要處理，你就諗下當初點解有個否決權？即如果係我嘅話，我覺得個標準係當初點解個聯合國要有個否決權，而現時佢取消咗否決權，即係個現實符唔符合佢當初想做嗰個願景？然之後再諗下一步何去何從？對我嚟講，我理解係咁。咁但係正方就比較直觀啲，就咁講話因為要取消咗之後就會世界和平，咁就符合到聯合國想要嘅嘢啦。但係就好似冇去。冇去嘗試去
解釋點解當初聯合國會有咁樣嘅諗法，而呢個諗法錯咗喺邊度，下起身嚟就問題喺邊咁樣。咁對我嚟講咧，我聽人哋就覺得你直接落實，所以中間冇乜問題咁。反方咧都有同樣嘅問題。反方咧，我覺得主線上面咧比較薄弱啲嘅位係反方其實兩個裏面咧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啦。一係即係我覺得我聽落去咧，第一個係講緊會分裂啦，第二個就係會淪為政治交易啦，冇共識啦，會退出啦。咁其實簡單啲嚟講都係。我覺得我的理解都是用啲佢哋會令到佢哋主義更加分裂咁樣啦，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大致上反方都係就住呢個位置，後場都係大打呢個位嘅啫。咁但係咧，我一個直線邏輯嘅位置就是反方一方面咧會指出，如果冇咗否決權之後就會分裂啦，有國家會杯葛啦，會退出聯合國啦。但另一方面咧，反方又會好似又舉過有講過會有聯合國有大會同安理會之分啦，大會咧就係、是、會有呢、這個。我冇記錯啊，大會應該冇否決權㗎嘛，即係應該係純粹單即係純粹投票，然之後都係少數服從多數。咁點解大會又唔有呢個問題呢？咁我諗其中一個解釋可以係因為大會可以執行嘅個權力細好多，即係淨係可以譴責下啫。咁譴責咪譴責咯，我冇所謂㗎嘛，咁樣可能係咁樣都唔定。但係如果就咁拋佢出嚟嘅話，我成場比賽我都會諗，我不斷會諗嘅就係、是、究竟會唔會真係好似反方講到咁嚴重咧？如果而家同樣嘅投票模式都放咗喺大會嗰度嘅，點解大會有冇同樣嘅情況咧？咁另同時啦，就係如果係正方嘅話咧，你可以思考下當即係上一位評判講得好啱嘅，即係當對面佢問你哦，咁你想點投票啊嘅時候，其實用翻大會嘅方法會唔會可行啲咧？咁但係如果用咗同大會一樣的方法，即係都係少數服從多數，咁你要嗰、那個即係咁你要重新再諗下，咁嗰個安理會當初即係。特登會有嘅嘢叫安理會，然後特登會有否決權嗰個意義係邊嘅，所以係要，我覺得係大家主線上面思考方面咁。二咧就係例子啊，主線方面。咁我覺得例子方面咧，今日正方嘅係好啲嘅，因為咧正方嘅附件咧，雖然可能讀稿嘅嗰個部分比較多啦，即係或者附件部分比較少，但最少咧喺份稿裏面，佢會花唔同嘅筆墨去講唔同嘅例子，即係會塑造到俾我睇個案真係會有好多因為有否決權之後衍生出嘅問題，咁呢樣係欣賞嘅。反方咧就會多用自己嘅論述啦，咁唔係冇問題嘅。不過純粹係因為即係主線上面嗰個分數都有一欄係資料運用啦，咁可能都即係可能相對嚟講，正方都會比較好少少咁。咁我講少少負面嘅 comment 啊，負面咧，我覺得大家大致上落得比較重複嘅，正方就不斷講話更加公平啦，反方就不斷講更加多衝突啦。咁但係其實兩面咧都有啲嘢可以抽成下對方嘅。例如先講正方啦，正方話會更加公平。咁咧，正方用嘅例子咧就係、是陪審團嘅制度。咁但係我覺得好冇即係好冇合理性啊兩樣嘢。因為對我嚟講咧，我即刻諗個否，即係否決權或者反方其實都會即刻即係反方嘅主線都好大程度上打呢樣嘢，就係點解要有否決權？就阻止大國同大國之間，如果有人贊成，有人即係如果大家一邊話即係可能兩面最後一冇咗個否決權之後，會令到佢哋更加容易產生衝突，即係佢哋衝嗰、那個衝突就係咁樣嚟。我啱再解釋下反方嘅問題係邊啦。咁嗰、那個呢、這個衝突嘅影響咧，係會多過你個陪審團單純地同意或者唔同意對方嘅，因為對面講嘅影響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啊嘛。所以我覺得反方好大打話嗰、那個。歷史的食材，即係聯合國當初設立出嚟，係因為之前有世界大戰，然之後你又再重蹈覆轍咁樣，即係反方冇咁大啦呢位嘅。咁但係對正方嚟講咧，我覺得正方太輕描淡寫咗嗰個否決權當初擺落去嗰個重要性咁。係對反方嚟講咧，就係、是、嗰個衝突嘅問題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係我最接受唔到嗰個反方嗰個成個主線嘅位置，就係、是、其實你嘅衝突同你嘅否決權應該係冇乜直接嘅關係。例如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講話，有咗個否決權之後，大家就唔會有衝突嘅話，咁你就唔會有俄烏衝突啦。即係俄烏衝突都係，就算有人否決咗之後，但係俄羅斯依然去獨斷獨行。咁所以唔去跟從個大嗰、那個聯合國嗰個安理會嘅決定，然之後去自己獨自去處理一件事咧，啲例子咧係其實有好多嘅。而好似我唔記得邊邊有講過啦，即係其實聯合國本身冇乜嘅衝突㗎嘛，呢一定係啱嘅。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覺得，即係我去到反方後場不斷去講衝突嘅時候咧，我就會不斷地覺得其實個現實好似又唔係真係咁喎，即係唔係真係有咗個否決權之後，又真係冇曬你講嗰啲衝突。咁
係嘅，即係反方對於呢方面回應就會話，哦咁，但係你取消咗否決權之後，可能會仲多嘛咁樣。但係呢個可能會仲多下呢個位就會變得好薄弱啦喺個論述上。例如，如果講話即係反方不斷會問個美國會唔會去出兵，即係如果你冇咗嗰個即係如果今日大家投票贊成咗之後，美國係咪？即係反方嘅取態就覺得，哦，其實美國依然都係會去保障，即係多人可能依然會去保障佢嗰啲盟友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即係有否決權冇否決權嘅影響都唔係好大。但其實咧，即係我唔係好熟啲國際政治嘅嘢啦。但單純嘅政治考量係，你而家就可以美國就可以打住旗號啊，喂，大家贊成咗㗎，大家否決咗，所以我出去保護咧就好合情合理。但到如果我係第日變成少數嗰個人，即係個議案係被通過，然之後我去自己獨行獨斷咧，我就會變咗俄羅斯咯，即係我就變咗而家嘅俄羅斯，就會俾國際譴責。所以又唔係真係好似反方講到咁直線落心嘅，我覺得。最後純粹講一點啫，就係個公義同埋自由面方面，我覺得大家可以花多啲時間思考下，大家想打啲咩？因為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大家係拋出一個問題，然之後冇人去落個結論嘅。咁呢個喺自由面嘅正方咧會特別明顯。即係好多次咧，都係反方問完啲問題之後，正方都係要問一輪先至會有人去答啦。咁呢個都會反映到你本身未必花好多時間喺個自由辯論度，係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下次注意下，多謝大家，交俾阿林。例子啊、主持啊，又或者係雙方嗰個反應。咁我諗我講多少少，可能係頭先承接上有啲評判所講，就係我諗係即係第一個感覺都覺得比較強烈嘅，就係大家好似喺呢個題目嘅時候咧，睇到係一個好即係好公平嘅題目。其實咧，正方有陣時咧，我覺得我幾同意上位評判所講嘅，就係佢可以從多啲一個佢原本呢個否決權嘅原意嗰度講。咁我推論多少少咧，就係你哋要推論到嘅係呢樣嘢係不合時宜嘅，因為好老實講，聯合國佢本身嗰個權力或者佢本身嗰個功能佢裏邊咧，其實正方係需要同反方有一個好唔同嘅睇法喺度嘅。簡單啲嚟講，就係正方要將嗰個聯合國嗰種咁樣嘅話語權咧，而家已經要講到好低，即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可能係嗰啲常任理事國反歸就係將你妖魔化，就係嗰啲個國家其實是但一個發癲咧，成個世界都冇噶咯喎，係咪？所以佢哋有否決權有一個出路俾佢哋去抒發自己喎。咁但係可能調翻轉正方要講嘅就係、是、聯合國呢個地方。佢一路即係隨住歷史嘅演變，其實冇乜人好理佢㗎啦。你會見到有啲咩聯合國和平部隊咁樣，真係去走去維和係咪？純粹都係話語權同意識形態嗰邊比較多啲。咁所以你要講到一回事，就係呢個否決權如果再繼續存在嘅話咧，其實係聯合國嘅最後一根稻草啊！即係你可以將佢包裝成咁，其實即係你條主線嚟嘅，簡單嚟講。但你要從嗰個背景、從嗰個時勢去講咧，咁你成條主線嗰個包裝就會爭好遠啦。係咪啊？即係你純粹就係講喂，而家連話語權都冇，俄羅斯佢想點就點喎，係咪啊？佢否決咗就冇權，就冇喎，係咪啊？咁連大家想去阻止佢嘅機會都冇嘅時候，繼續俾佢即係否決完，好似聯合國亦都同意佢嘅否決，咁然後成件事就行得順利成章啦。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正方需要喺你哋定義同埋取態嘅時候，要多一重咁樣偏向嘅思考咯，係咯。咁所以其實我即係同意大家嗰條線點解會係出現一個好直視邏輯嘅即係段啦？段嗰個呢一種直視邏輯嘅就係你哋所謂嘅可能公平，純粹就係從一個多數少數係咪？如果我衰啲講句啊，其實好似選班會咁樣係咪？但其實而家係同個世界形勢各樣嘢係。即係嗰個功能戰爭嗰樣有關嘛，咁所以你就不能夠從一個好簡單，即係邏輯上面、版會上面咁樣嘅規模去論述呢條問題咯。咁呢個我諗係正方要多啲去處理嘅。咁至於自由辯論方面咧，我或者係公義環節方面咧，我都覺得係大家嗰個互不同之前可能做得唔係太足夠，係嘛？即係可能都冇遇上對方太多嘅。
問題，或者太多佢哋嘅論點係點。咁呢個其實都反映緊喺嗰個即係你哋喺副業嗰個高手嗰度。咁呢方面我諗可能隨住經驗啦，或者隨住可能我哋即係一路打聯賽咁繼續噶嘛，咁可能呢方面可能大家隨住經驗或者下次嘅時候可以準備得多啲，咁呢個就覺得更加好啦。咁至於反方咧，其實即係如果正方係行緊嗰種最後一根稻草啊，又或者係講緊一個話語權啊、選擇權嘅時候咧，咁反方其實可以做嘅係啲乜嘢咧？就係從現行嘅例子裏面，因為呢樣嘢你行緊嘅啦嘛，有啲乜嘢嘅例子其實係化解咗嗰種危機嘅咧？咁呢樣嘢我覺得係要好做好多嘅功課嘅，即係我好同意。如果佢所講嘅就係，如果例子同主持兩嘢都係咁重要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反方例子嗰方面要簡單重要，啱唔啱啊？係啦，即係我聽到其實幾個點位，點解大家覺得係 good 咧？就係你我聽到嘅就係除咗糧食嗰啲咁樣嘅例子之外，其實冇乜其他例子去講。而家現行我哋行咗咁多次公共權喎，係咪啊？邊次係發揮到功用呢？我當然好多好多其實都係維護自己嘅利益啦。但維護自己嘅利益嘅時候，其他國家其實點樣？可能好似你哋口中所講嘅，令到嗰、那個大國啊，即係能夠佢哋嗰個利益係平衡嘅咧，咁係呢個我覺得係少啊。所以我聽起上嚟嘅時候咧，會覺得反方更需要例子。咁但係真係。冇做到，因為佢哋佢純粹講咧就係講個願景，正方咧要講嘅係願景，正方係講嘅係不合時宜，係咪啊？咁佢哋真係要講未來比較多少少嘅，咁但係可能反方真係現行未有幾咁有效咧，係咪？取消咗個影響有幾大咧？你哋就唔好將嗰個影響擺到好後啦，係咪啊？你現行所講而家行之有效嘅，係咪啊？其實做緊好多嘢嘅，係咪啊？咁呢個我就覺得係反方應該係即係喺呢方面做咗功課咁嗰個。立場啊，嗰、那個即係論證就會堅實啲咯。咁呢個係我少少嘅意見。咁今日翻返嚟到呢度，多謝各位。唔該曬各位評議嘅評語。現在由我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反方蝶辯江卓琪同學，恭喜曬！現在宣布今日賽果，正方得票一。反方得票二，換句話說，今日勝出嘅係反方宣道會陳瑞之紀念中學，恭喜曬！今場比賽到此結束，多謝大家。